就是老师这次对于电视节目的计划跟你过去哈、啊。那事实上呢，本来从以前我们常常说电视节目的计划，但是计划的执行者也包括说有可能国内国外的，或者是说你是觉得什么甚至有人在找学的时候，你们有学到一点，然后那个做电视节目计划的都有出来了。我们做一个关于星座的节目企划，到后来那时候不太了解，那时候也不太了解嘛。那都是说我们会做很多的像你觉得有趣多的，那这次的毕业生指导是你觉得有趣，你喜欢啊？你喜欢做什么样的节目？然后你怎么做什么样的企划？你是很喜欢做什么样的企划再来找我？啊，就说。要依照你的兴趣来看，那人生上大概就是分成这两大类。那对电视节目的部分呢，就是完全是依照兴趣的，所以不用再问我，就是依照你个人的倾向、你的兴趣来执行，然后大家来讨论。那台上的节目要怎么样去执行？希望怎么撰写？好，那你在这电视节目过程遇到什么问题？还有实际上怎么去执行的感觉？这个就是整个第三的一个作品的一个过程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就把这样的时间就交给南方的学会哈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分管小姐，谢谢主任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可以来到我们长荣大学当中很多系之间来做巡回播映哈。那我先把我们那边有我们的伙伴，来这。